又是那一句，没有一只鸡可以活着离开广东的。没错，今天又是来吃鸡，而且是手撕鸡。鸡真是家常便饭，成日都吃到，吃的都不厌。鸡真是很多种做法，脆皮呢，炒鸡呢，炸鸡呢，什么鸡什么鸡，做法九十几样不同，九十几样不同的味道。手撕鸡的味道就是咸香可口，肉质嫩滑，好送饭，好开胃，真是皮滑肉爽，鸡有鸡味。嘿，总之简单来讲一个字，正。半隻雞一碟雞雜，好，一隻雞啦，一隻啊，一隻雞一隻雞，是但啦，一隻雞啦，一隻雞一碟雞雜，一碗白飯，唔該。咁手撕雞就係、是啊、其實類似鹽焗雞做法啦，不過就冇用鹽去焗佢啦，拆肉啦，撕曬出嚟，然之後攞啲咩？最緊要嘅就有沙姜啦，有呢、這個芝麻啦，有呢、這個。麻油啦，系最紧要麻油咯。哎，冇错，嚟饮支啤酒。哎，唔该，俾支啤酒我啊。哎，呢个先系最紧要嘅嘢，梗系饮啲广州嘅啤啦，地道啤酒。啤酒，罗家良教我饮嘅，捞家佢话第一杯一定一口气饮晒。咁我就成日都記住阿家良講呢句説話，我都好 enjoy 呢下，一口氣飲一杯啤酒，好正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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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哎！哇！哎！真係喎嚇，一邊係絲嘅，一邊係切嘅，兩邊試下手撕雞先。佢雞本身已經係鹽焗雞底啦，即係雞已經好多呢、這個。炒香味啊，好似已經喺入邊滲透咗，食完點啊先？少少沙醬，哇！中華唔得嘅，好食啲姜黃先。雞味咁濃，呢只雞都相當滑，好似嗱雞腸啊，我諗起嗰時香港啲大排檔，好正，好鬼麻甩佬嘅感覺。每日好辛勤工作，中國人好開心咁樣喺大排檔也好，誒喺啲酒樓仔又好，餐館仔又好，成班 friend 食飯啊，或者夜晚喺波地踢下波啊，咁啊啤酒啊，或者喺啲小販檔攤度炒下嘢食啊，喺隔離開張台咁啊啤酒，但係咧喺呢個食肆。是仲可以見到的，你會見到他哋晏晝打爛赤腩，瞓喺樹下，瞓個晏覺。所以我覺得麻甩喺我的定義裏面，我覺得是一種很踏實、很實力、很克勞克儉、刻苦耐勞、耷低頭實幹。我覺得呢種就是麻甩。當然麻甩呢個詞你喺啊互聯網啊查字典佢係另一種解釋，但係我解釋就係好實際，好實際做自己，努力做好一切，呢、這個就是我嘅麻甩啊！嚟，冇面子，努力，飲杯。